不過等陣，我要上 model 交埋佢。唔係啩？咁玩嘢嘅？玩？呢只 game 咧新奇好玩又有趣，你要唔要一齐玩啊？里面仲有木叶穿托再跳啊！唔系啊，我系话我入唔到个 model 啊！你睇下，咁你有冇试过 reset password 啊？又系，唔系啊，真系唔系好对路，个 email 都唔系我嘅，点会咁噶？使唔使帮你报警啊？跌咗嘢啊！咩嚟噶 ？Information Security Agency 咩都冇嘅。不如俾我睇下。有个 QR code 喎、啊。不如我哋 scan 嚟睇下系咩嚟嘅。Hi Amy， 我系 Agent Zero。我是来帮你处理资讯安全事件。我都不认识他的。你等阵，听完我讲嘢先。我可以帮你解决你入不到 Moodle 的问题。你怎知道我登入不到的？我收到我 assistant 说你要帮手。我想问下你，你最近几时入过 Moodle 呢？我今朝谂住 download notes 做 assignment， 点知 professor 无啦啦 send email 过嚟阻住我做 assignment 咯。邮件？谜已经被解开啦，你应该系中咗钓鱼邮件嘅陷阱喎。钓鱼邮件？钓咩鱼啊？墨鱼仔喎。钓系钓到鱼。不過咧，係釣咗水魚。釣魚郵件咧，其實係假嘅電郵嚟噶。佢係會扮你認識得嘅人咧，叫你幫佢手咧做啲嘢噶。而當你聽佢做咧，跟佢入一啲網站啊，或者係 download 一啲 file 啊，呢個時候咧，你嗰啲個人資料咧就俾佢攞曬上手噶啦。你個 account 咧都可能送埋俾佢噶咯。不過 Amy 嗰封係釣魚郵件，佢個寄件人個名冇錯噶喎。我用 ISA CAS A 的技術同你分析個電郵先。首先 check 寄件人，雖然你睇到個名稱係正確，但我哋唔好俾佢表面嘅虛偽蒙騙咗。其實寄件人嘅名稱咧係可以自己改嘅，所以唔好盡信。最重要一定要睇下個內容。之後看稱呼，如果他叫你 Dear Student 或者 Dear Sir 或者 Dear Madam 這些這麼籠統的名稱，除了可能真的想著寄給一班人之外，也都有可能那個寄件人對你什麼都不認識。這些就是釣魚郵件常用的手段了。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部分，看條 link。 不如你看看那條 link 有什麼問題。唔係啊，好正常啊，咪又係一條去 Moodle 嘅 link， 條 link 好正常咯。咁如果用個滑鼠鼠標指佢一指，嗱，千祈唔好入去喎，你哋可以睇到有咩分別噶啦。入邊條 link 唔同咗嘅。其實彈出嚟嗰條 link 咧，先至係背後嘅大佬嚟噶。這條 link 咧會帶你去一個仿真極高的網站，而你係不知不覺間咧會將你個人的資料咧就俾咗人啦。冇錯啊，佢俾我嘅 model 同真正嘅係一模一樣，我登入去都係見到咁多嘢噶。咁啊，因為攞咗你嘅密碼之後咧，佢會直接幫你再登入嗰個真正嘅網站，咁你咪會覺得好似真正正常咁樣咯。但係點解佢哋又會知 professor 嘅名同部門嘅？Professor 的資料本身都是放在上網的啦，你都可以隨時上網找到 Professor 的資料的。那他的 Grade 是不是跟中了釣魚郵件的陷阱一樣沒得救的了？更改成績這個要求我們就不可以接受，因為會違反我們 Agent 的守則。
但是我们可以提供预防这些钓鱼邮件的技术给你的。如果收到可疑的 email 的时候，千万不要开任何 link 和附件，要先跟 sender 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先。但是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啊？我入不到 Moodle 就交不到 assignment 了。现在呢确认这一封是钓鱼邮件，建议你即刻 delete 了 email 它，再报告给你们学校的 ITS。记住报告的时候要连埋封钓鱼邮件和埋个 header。我现在就 send 个 QR code 给你，你照指示做就可以了。哇，部电脑什么事啊？我们是时候结束这次对话了。等等啊，我男朋友部电话呢都好像中了毒啊，我经常看他的记录没了的，我们怎样才可以找到你帮他啊？你不可能找到我们的，但是呢如果真的有资讯安全事件，我们是来会帮你们的。哇，部电脑终于正常了，那我现在要 send email 给 ITS 去处理钓鱼邮件，还要立刻交 assignment 啊。assignment 现在应该交不交都无所谓了。什么啊，五点 deadline 原来已经六点了，不行，我还要写封信给 professor 去解释一下。那你快点 send 埋 email 我们去吃东西啦，我想吃日本嘢啊。乜你想吃日本嘢咩？系啊，你唔好中意食嘅咩？系啊，我哋真系去咯。啊，你唔系要 send email 咩？哎呀，呢啲好小事啫嘛，点紧要得过食日本嘢啊？走啦走啦，我哋去边度食啊？无知的人真是可怜啊！一个咁普通的钓鱼邮件，只要改一改 sender 个名啫，我就中意扮边个啊扮边个，就算是总统啊，我都可以扮到嘅。跟住佢哋咪乖乖地听我指示做咯，就算我要埋佢哋嘅银行户口，都一啲难度都冇。究竟为什么个客会出这么高价要这些资料呢？都是一堆学生来的。这些资料一定不简单，等我试一试它先。